好了，高丽菜加点盐巴，放在旁边等一下。接下来用这些剩下来的猪肉，先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剁碎。接着在猪脚肉里加点盐巴，再加入姜末，要用力把肉抓出粘性为止。继续继续，再来再来，好像变得有粘性了。不用，连声音都变得很有粘性了。妈妈把饺子皮擀开，小新负责包内馅，好不好啊？青蛙形状的饺子啊，这是什么？海参饺子。它旁边的呢？海鲑鱼饺子。我回来啦。你回来啦。这股香味是饺子吧？真好吃的样子。有各种不同的形状，真有趣。那我来吃这个心形的好了。很好吃。还要吃一个小饼干饺子吗？不要，你自己吃。